你有没有发现，似乎一夜之间呢，你变成家里最厉害的人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揣着明白装糊涂，让父母搭把手，那份有意给他们的差事，竟成了他们在你世界里最大的参与感。别忘了，你和父母的关系就是你和世界的关系，很多代沟其实呢，就是还没有来得及被理解的爱。发心行愿，真于至善，这世上啊，就没有做不好的事儿。